Thank you. 我是刚刚光临的车长，那109年125号双蛋松山站，14:17。我排车是197次，经由山线开往苗栗的106-8-104新竹动员彩绘区检测，在双蛋10:00。也超感动。1604+3-1608-4197次经由三线杠苗栗的新竹动物园彩绘，也用600型全车，超感动啊！这是第二辆彩绘新竹动物园彩绘的全车。好，今天感谢各位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